我喺夫屋企揾到啊，佢話應該個仲要一定要交俾你。 想死咁咯，边有时下过嘅感受啫？唔系你嘅错嚟噶。我系佢老婆嚟噶，我应该同佢两位一体噶。你俾你自己嘅感受局限咗啊！其实姐夫都系一样，佢都系俾两个唯一体呢个信念局限咗，已经冇咗 B B 啦。 如果我再冇埋 知唔知啊？我揾咗好耐咧，先揾到救波吓出呢条 baby 嘅。其实点解你咁中意呢首歌嘅？首歌劲咯！呢首歌咧系讲个爸爸咧，为咗氹个 B B 咧，即系出尽晒白宝，好似有魔法咁。啲魔法咧仲用唔完嘅，令到 B B 咧成为世上最幸福、最甜蜜嘅人。咁我哋嘅仔你好幸福。当然啦，我都会用尽所有魔法令到你幸福嘅。嗯。 我真系觉得好似系一个地狱度，再跌咗落去第二个地狱度咁。我真系唔知我撑唔撑到落，系咪？但系当我见到原来 David 一直都有储起晒 B B 所有嘅嘢，跟住我就谂翻，点解佢咁中意 Hush Little Baby？ 就好似冇咁难过。你知唔知道你教咗天天唱呢首歌之后，佢日日都叫我唱，依家系我首本名曲啊！简简单单首儿歌，好有意思哦。包括咗你对 B B 嘅爱，我哋嘅姊妹情，转化咗喺天天嗰度。咁多年嚟，我哋两个。 闹过、嬲过、怨过，最终都系感谢大家。可能年纪大咗啦，经历多咗。
对住唔同嘅人，爱嘅方式系可以改变嘅。以前成日觉得自己系一个爱情狂，自情自性。依家老啦，终于明白，爱其实系冇特定嘅本质。其实咧，就系喺付出啦、接收同埋遗憾之间，不停不停咁来回转变，唔会停，唔会完噶。好有智慧啊！这首歌本来就是讲紧，无论每一样嘢点样崩坏，父母仍然会转一个方式去继续爱个小朋友。我哋只系换咗另一种方式继续爱佢嘅啫。所以我当初根本唔应该放弃同你继续相爱。不过你放心。我一定会好努力，好努力咁过好每一日。你唱呢首歌俾你听，同埋继续爱你。系阿海教我，原来爱系唔会消失，只会转化。有时好痛噶，有时系恨。有时心碎，不过都只是过程。因为爱会继续转化同埋流转落去。朋友你们好， 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现在无论是透过网站或者是 TVB Anywhere Plus 的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我们的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还未是我们用户的朋友，就快点 scan 这个 QR code 和我们的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。Hello， 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佘诗曼。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新闻女王精华片。还有啊，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近新出了一条专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啊。